队伍长、内部支援服务、金奖、香港天文台、大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援。咁我哋而家每日天文台要处理嘅数据量咧，去到1.3万亿个字节，就是、相等于1.5亿嘅文字嘅资料嘅。预报员同事啦，唔可能咧系去处理同埋分析呢啲资料嘅。咁新呢个系统咧，其实佢加入咗人工智能啦，利用专家系统技术去帮我哋分析同埋筛选啲重要嘅资讯。我哋而家有呢個屏幕啦，基本上我哋所需要嘅一啲實時嘅資訊顯示出嚟，大大加強咗我哋咧掌握天氣變化能力嘅。